西岸第一圈火箭避免提前出局。第五回合主场以108-98击败拓荒者，场数追成2-3。白衫的火箭命悬一线，比华利病住都要正选上阵。火箭曾经在1995年的季后赛由落后场数1-3，咁食黄新药，跟住又话病住啦，安排呢啲旁述新闻片制作嘅人，首先即佢哋精神药，即对啲精神病院入台。咁至于呢度所有球迷球员，将来写轮次成高等祖先享福啦。咁判咗啦，唔好再讲病啊，唔舒服嘅嘢，好唔好？系咁，即系判咗。